接下来要我们演出的是满洲石鼓队，由李慧兰修女带队。Thank you.
专注，好棒的演出。小朋友，你们真是太厉害了，看到他们这么又有自信这样子，然后做出他们的导鼓。来，小朋友，我们从前面下哟。好，所有的表演队伍，麻烦就是我们待会从舞台的右手边上台，然后从舞台的正前方下台。谢谢李慧兰修女的带队，也谢谢来自潮州的林庆芬老师的指导。我们的满洲石鼓队有了这么精彩的一个演出。那慧兰修女告诉我说，这群孩子们因为练石鼓，因为他们要背谱，所以更加强了他们的专注力。